这个今天拍的在矮裆部是万代森老师嫡传的啊自然门第一个首要的击功叫矮裆部内圈手，它最主要练呢脚的功力跟灵活性啊。第一个动作它产生的动作是，你看有。 掌也可以用拳，拳一掌性，自然下蹬，往前，你看，掌拳有点带有车轮的往前，眼睛平视，呼吸自然，也可以退着走，啊，也可以退着走，也可以退着走。进行的停止的时候，就形成两个自然性的。 脚完全叫做拨浪形，要叫做浪步浪步，啊，两脚是配形，眼睛平视，是对方两眉之间的心理，啊，再给你一下，进行就这个动作，如果形成记忆就这个动作，退步，走向，这是内外。 内圈手，矮裆部内圈手，全自然形，外圈手。 外圈手，两脚自然往下。外圈手，眼睛平视，也可以变成内圈手。内圈手，如果定型成格斗式，啊，这是南北走向的。 自然转向，所以自然呢，你也讲有动静无始，动静无始，变化无端，虚虚虚，是始，虚虚虚是始，自然而然，自然而然，就这个动作，这是南北走向。 四方反手法预备开始，你看走起来了，这叫内圈手，往回呢也叫你看内圈手往回的跟拉绳一样，啊内圈手这就区别，矮裆部内圈手啊，外你看这样，转身都一样的，来边都一样，它都可以走，你看走四边都可以走。 转身呢，直线到你这里了，打，哎，单步内圈手，外圈手，啊，外圈手，好，这就是直行了，走直行。 往圆形过来又直行，眼睛平视对方，啊，直行，要注意对方了，你看两边都可以。
知行，走知行，步伐不会走，眼睛平视。如果要打，这个想打自打，该打就打，问题在这里。回直线也行，再走直行也行。院长也行，院拳也行，如果是要打就马上打。讲圆形的啊，这是矮裆部，圆形的来矮裆部左右的啊，掌跟拳都行。眼睛看，它又不是直线的，眼睛是看中间，左右都行。哎、啊，谁为什么要矮裆部呢？它矮裆部的内容就是练步伐的稳健、轻灵、快捷、巧妙，就在这里。为什么拳院里面有讲步不稳拳则乱，步不快拳则慢，先看一步走，便知有没有，都在步伐的变化。所以自然门的奥妙，专门练两年半的这个矮裆步。还讲先看一步走，便知有没有，这都是矮裆步的最大最大的特点啊。可以走快，可以走快，一般是缓缓而来，自然而然，需要时间，从一分钟、两分钟、三分钟、四分钟。拳院还讲一个交拳不交步，交步打师傅，这个诀窍呢，为什么很多打法师傅教了很多学生，在学生身上都打不来，在师傅上手上可以打得来，就是步伐的技巧。那步伐是什么？就是距离、角度，自然算好距离、角度，一旦出击都可命中。这就是自然门矮裆步的重要性。哎，你要缓缓一下，可以缓一下呢。随时可以打，两腿都随时，两腿都可以随时打，圆就圆，随翻就圆，随直就伸，随屈就伸。那补充一下刚才走的圆形的啊，它有一不是就看起来好像就正顺时针跟逆时针，两个是这样，是这样走，但是它步伐变得有不同方位。你看，比如讲这样转过，正常的这样左右走，那就一个弧形就过来了啊。你看这个脚，如果在前脚怎么走，要往回怎么走呢？这样走了，就不要过去，本来要后脚过去才正常。你看拉回来，往这边走。拉回来再走，拉回来再走啊。这是补充一下前面走圆形的，现在走一下呢，走八卦方向的八卦形的，要注意演练了啊。走正南正北，现在走45度了，40度了，你看这方向
前面讲的是这叫做自然走法，那现在就不自然走法就分两一种，就自然有带格斗实力的，你看用脚尖点地，轻轻点地，呈虚步行的这种，眼睛也是平视，用这样的自然格斗式的动作，你看转向也是这样，是脚尖点地的，啊，你看脚尖点地，自然呈格斗式，方向。四方方向都行的啊，你看敌人在前方，敌人在后方，敌人在右方退步前进，敌人在左边，敌人在后边，前后左前，是虚步行的啊，是虚步行的，可以是格斗行的，手手打身，腿腿提升，这都是很关键的步伐。自然门里面讲，老师讲收手打身，腿腿提升啊，腿腿提升。那现在专门是练拳法了。又一种了啊，也是八卦型的，要求双手。全身放松，意念之中，手手打身，这手的撑，方位变化，方位变化。手打撑，腿腿提升，腿腿提升，顺，这是自然门里面一练功法的一种叫竹筷，直径这个长度差不多两尺啊，有两尺长，一共十三根啊，要绑紧，逻辑绑紧啊，带一点点的松就行了啊。它主要是练内模，也是练内模，练硬功的拍打功的一种啊，也是内功的一种。练气，他首先是从中府会少阴经开始，这是万年老师亲手教的哈，从
从降啊，先从阴打出去，有回阳再打上来，打到头啊，左右都是这样。问题就在这，时间多少要均匀，刚刚痛为止，也不要刚练，不要太痛啊。运气自然啊，运气自然，全身放松，根据自己的承受力可以敲，单从会少阴经开始啊。回阳了，回阳了，呼吸自然啊，不要憋气，放松，不要收缩绑得很紧，那不行，一定要全身放松啊，放松气才能走，气才能走，要求均匀，那主要的目的是让气流全身啊，气血流全身，自然既可练抗打能力，又可还病治病，可以这样讲。那从后由上到下啊，阳经上来，从督脉去打下去，打到后面，又从下啊，从背打到脚。从脚啊外侧再打到内侧，目的要这打得要均匀，最后打到腹部。它的经络走向是从会受阴开始，回到阳，再到上，由头顶百会再走到下啊，由下再转到阴，走到小腹，小腹再走到这个中医经络里面都有这个记载。好，现在再念一下哈，放松自然，特别是肌肉要放松，这样才效果。一个人如果打不方便，要叫啊另一个人打啊，轻重时宜，就要承受得住就行了。你单打承受不住，太痛那不行了啊。好，需要看练，也是练内膜的一种啊。拍打要均匀，一点一点下去，呼吸自然。那时间可以从五分钟打到十分钟，啊，十五分钟。20分钟，最后到30分钟可以了。问题要时间越长，你越要加重啊！时间越长，一定要加重。
这个是自然门里面一种练功方法，叫铁砂包，也就是练铁砂掌用的啊。它这个包可以用圆形的帆布造成的，外面是帆布，里面是铁砂，大有绿豆大为最适宜啊，重量可以约20斤。那这个包的大小根据每个人练的那个练这个根据体重啊长大的大小啊，可以不一定有一定的尺寸啊，可大可小，但是厚度一重量一定要达到20到30这样的重量，因为铁砂才有够，不够的话你打下就打到石头上去了啊，所以铁砂要重要。外面皮是帆布啊，外围这个是帆布做的最好，不带有其他过胶的，就正常帆布，因为不要引起呢打热的时候引起这个皮肤的过敏啊。里面是圆形的干珠，绿豆大，约20到30斤，所以这个大小呢，根据个人练跟长大小啊，体重的大小，这个可以随意的规定啊。现在我演练一下啊，它主要的是练拍摔，先练上半部啊，人可以跟着半马步走，也可以过分越力要放松，你看放松放松，摔拍拍摔摔，切切切，好，三八步完了就整掌了，现在是整掌啊，整掌的拍拍拍拍摔摔摔，拍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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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摔拍，都可以随意的练，但问题一定要自然放松，切敲敲可以四个啊，弯曲的指扣子可以啊，这个不要太重了啊，太重了会损伤筋肉，可以伤到那个骨膜，那要缓缓而来，每一天可以从15分钟不断的啊，随着时间的增长可以增加时间啊，你看这个拍的时候有不同的方位，掌的前半掌整掌，切切敲敲，点点点，哎，在大的时候练会了，可以用大幅度可以拉大，好，自然。现在再练进去哈，你看再练进去就练地骨的，我们土话叫地骨，天骨地骨啊，医学里面叫上气下脑脑骨。这个所以铁砂啊，它一定要有够厚，不过你不够厚打出来，你看它铁砂会散开啊，有一个接力啊，打完了以后呢，它起什么作用呢？我们按我个人体会哈，我们长的内劳宫跟外劳宫啊，这个精血会跟我们心脏有关系，心脏是有静电的啊，长期练你估计那100天就有感觉了，那长练就有厉害了，特别经过是内劳宫跟心电的人的心磁场啊，会静电经过经脉跟思维的协调节调和，把人体的潜能要练出来。我们平时用力量是靠肌肉收缩发出的力量，那真正自然人功练完，它是完全是磁场的力量，磁场跟肌肉同时发出的力量，所以它的力量是不是单单是这个肌肉发的力量发出的力量收缩发出的力量，完全是心磁跟
心电跟脑的磁场产生沟通发出的力量，又由意念产生出来，愿由意念调整，经过锻炼修炼，是潜能发挥出来。拍摔切敲点以外，还可以练抓的动作啊，可以练抓三角抓，用鹰爪功抓的动作啊。不管从空中扔过来也可以抓，湿度重量可以由你自己抓清楚。那如果以后这样抓咽喉的话，一下子就绝对断了。锁骨咽喉，现在拿到手里是两个铁球，也叫直母球，在我们自然门里面叫直母球，大的为母球，小的为子球，由杜兴武师爷传给万来生老师。他主要呢铁球哈，小的是练抓横的抓，这样抓也行，啊，抓，主要是练抓劲，抛可以练抛接劲，铁球可以练抛，横接，抛起来横接，横的接，啊，你看，往由上往下抓，把住抓住，重体往下了，它抓要抓得住，不然它丢下去。这直米球是吧，抛要接住，在滚动中要接住啊，抛接横着接啊，横着接抓接往下接。它主要的练功就是练的手指有劲啊，五指手劲。所以这两面的格语里面有讲，扣如钢钩，刺如刀，要练到这样的功成了，你才算功夫。所以万来生老师经常写的最后总结，软硬轻三功，练法是一样的，但问题随着力量的不断大了，你就接，你刚开始有可能很难接得到啊，也是横接也行。正常的话是换个板凳马步，那这场呢也可以，蹲着也可以，也是一样，因为意念放松哈。你看，也是拍摔，啊，前面练的抛接抛抓，啊，现在就是拍，主要是天天拍，你练过的人他才有感觉，没练过的话讲错了没感觉。你看左右前后都要。再拍摔了，你看敲，切掌，要求呼吸自然，精神之中不要想七想八，想七想八这个可能会产生问题。为什么呢？你进来不知中，可能有敲的不清楚的，有一点点的痛，一个点一个点的痛，哎，很痛的很久。这个鸳鸯圈啊，也是自然的你很重要的一个练功方法，就是叫做自然内圈手，鸳鸯环功法。它早期老师是用那个丝的，三十几个环，那我们现在就用铸的，
柱刚的加阴实的，所以才那么夹啊。两个打起来也不会夹，它主要从手手打身，腿腿踢身，引身过来把这个力量要打出去啊。再一个上骨老骨也会硬。所以在这上面，这个鸳鸯拳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练功方法，啊，一定很重要。打起来一拉，胸一拉起来，手很轻，又相当的硬，哎，也相当的沉。所以它功力全部之中的一个，整个前臂跟拳头，啊，所以一个系统性，沙包打完，直木球练完，鸳鸯拳再练完，手啊又有，那速度太快，很快，又硬又快，就等于换在弹簧或者流金一样拉完，啪，是感觉是完全是这样，嗯，这样来练一下给你看哈。这个时间也是随着动静无始变化无端，是是尔然，是然尔然。以前有这个鬼头手嘛，啊，吞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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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练为火手、水手、火手、水手、火手、水手。火为什么叫火手？火往上烧，水往下流，打出去变成火手，收回来虚的为水手。火手水手，火手火手水手，火手水手，这都是阴阳的。可以有动，也可以进步的哈。好，好，现在就练一下这个动作哈，记得练，你看，也可以记得记得练，蹬好马步练。缓冲，一定要缓冲，这是一种，你看，摇摆，摇撼天下。可以砸，可以砸，你看，退了，这砸，可以砸，呼吸，吐气，今天讲的是点足法啊，我练一下哈，就是每一天
对着这一棵本来是树，按正常是竹啊，麻竹大了，这个这样的大也行，再大也行，总是长年累月的点，要那点破的为止。你看双手上下的啊，呈闪电手或者鬼头手的这个动作啊，眼睛不要看下面，就看前面，看上面，下面都能点得到啊。一天大约从五分钟也好，十分钟也好啊，练半个小时就够了啊，从五十下、一百下、一百五十下、两百下到五百下就够了。要求力点不一定要很用力的踢，就自然而然啊，不痛为止啊，你不要一下子踢得人家骨折了，拇指骨折也不好，它功是慢慢的来了啊，它就从格斗式中呢，一点就是专门点，专门踢打踢点对方的三阴交，这个是小腿的动作啊，专门踢这个地方，而且百分99%的到位，专门啪。这个你如果足能踢得破的话，你看你这个腿就吃不香。所以常常学生呢早上练，他就包着还是敲点一下就痛。啊，一旦拳来痛，你不打我可能打，一落步点到位。主要动作是左右，啊，叫点，点足法。成这个动作啊，不练，他专门腿。